彰化县卓县长三日在县府一楼视听简报室亲自主持彰化县彰化田中地震事务所主任就职联合交接典礼，见证白文谦主任、陈义宏主任就职宣誓。卓县长肯定近几年来地震创新便民服务外，更期盼地震团队能不断创新服务，持续卓越地震品质，保证绩效。因为黄处长他让我们同仁认为，只要你愿意付出，只要你有所贡献，一定会得到升迁拔擢的机会，这是我们感到很高兴的事情。我们希望呢，地震处这个优良的传统要继续保持下来。我们彰化的东区的扩大都市计划，还有我们田中的高铁站新市镇的开发，还有我们很多的新的工业区、新的投资案，还有重大道路交通系统的用地征收这些都是地震团队必须要努力来做的。那在过去我的任期中呢，地震团队是一个优质的团队他们都是在站在第一线建立第一功所以他们不管是在重划的业务或者是在土地征收的业务，或者是在这个农水路的整修农村公共设施的改善都获得各级机关以及民众的肯定。我对这两位主任深具信心，他们一定会把事情做到最好。